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天见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求教。啊，我说我知道，方东伟先生，给我说明佛法的好处，佛法的殊胜。我向他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，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？我的问题提出来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看了半个小时。什么原因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。老师不说，半个小时心定下来了。所以佛法要从清净心当中求。我的心如果不清净，他讲了没用。听不懂。到心地清净，他说有。这个有字，我们先马上振奋起来了。我等了半个钟点了，有。这个竖起耳朵要用心听的。他又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动作是浮躁啊。浮躁又起来了，其实就不说了。那什么，再等。那第二次再沉淀下来，他给我讲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得破是观，放得下是智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止观。但是我们刚刚学，这些名词都不懂，所以他用看破放下，我们一听好像懂了。告诉我，就是这两个方法：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相辅相成，真的讲透了，讲圆满了，一丝毫没有隐瞒了。我们初听好像是懂，似懂非懂。请教第二个问题，从哪里下手？老师教我从布施下手，布施就是放下。什么都要放下，到最后念佛法也得放下。你看，金刚经上告诉我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要放下之后啊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就大彻大悟了，那叫真的发生了，那是真佛，是真菩萨，不是假的，可是我们在迷呀，我们心里依靠的没有这个神通，没有本事，在江河里头，我们要用船的。那个船是什么？船就是佛法。过了河呢？过了河就不要了，你才能上岸呢。你要还把佛法抓住，你不能达到彼岸。
彼岸就是法身菩萨，如来法身。随愿很重要，行菩萨道不能着相，着相就错了，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着相，不着相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